Hello，Hello，各位友，大家好啊！欢迎嚟到第三次嘅文明章节目啦。咁点解第三次节目呢？当然系有啲特别嘅消息啦。因为国际赛日咧，本来就应该静啲噶啦，咁但系咧，突然间见到呢一单咁劲嘅嘢咧，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嘅。咁啊，今日第一节咧，同大家讲咗新组同埋啲转会嘅资讯啦。第二节咧，亦都讲咗话曼联咧股权有啲变动嘅。咁究竟嗰单嘢同曼联啊、上尖啊呢个收购咧有冇关系咧？咁大家睇翻四点啱啱之前嗰一节。但系呢一节咧犀利啦，呢一单嘢咧就肯定。同 Sir Jim 咧買曼聯有關啦，點解咁講呢？因為之前我哋一路都講過啦，阿 Richard Arnold 我哋而家嘅 CEO 咧，其實佢嗰個即係位置就好掹水嘅，因為老實講咧，如果 Sir Jim 嚟嘅話，雖然決心作風，咁佢一定係即係佢同阿 John Murtle 兩個，即係 Richard Arnold 就係 CEO 啦 ，John Murtle 咧就係我哋體育總監咧，就最危險、最大機會要走嘅。咁結果咧就有啲相關嘅資訊啦。不過呢一單嘢咧喺我哋曼聯嘅官網啦。同埋嗰個今日晏晝四點嗰條片同大家介紹個 Investor Relations 呢個網頁咧，都係未有最新嘅消息嘅。但係包括 Sky Sports、BBC 同埋呢個The Athletic 咧，同埋其他嘅相關媒體咧，都已經係報導咗啦。咁大家都知啦，BBC 啦、Sky Sports 啦同埋 The Athletic 咧三個媒體咧，相對嚟講咧，可信度咧都係比較高嘅。咁發生咩事咧？就係話咧，Richard Arnold 咧如無意外咧。年尾咧就會離開曼聯噶啦，咁佢喺曼聯做 CEO 咧就做咗嚇，唔夠兩年嘅，咁啊當然啦嚇，佢離開大家就會估嚇，一定會同呢個 Sir Jim 啊入主有關啦。咁咧 Sky Sports 嘅資訊咧就話啦，今日啊星期三咧，曼聯咧就會係將呢個信息咧就要喺呢個紐約嘅Stock Exchange 嗰度咧要公布，因為呢啲咁重要喺個上市公司嘅 CEO 換人嘅話咧。就一定要係上報噶呢啲資訊 ，OK？ 咁啊，同埋啦，佢哋 Sky Sports 同埋呢個The Athletic 咧，都話暫時嚟講咧，佢會將佢呢個 CEO 嘅位置咧，俾一個叫 Patrick Stewart 嘅人去頂住。Patrick Stewart 嗰人也咧，就係佢嗰個曼聯咧嘅一個嗰個叫做法律嘅顧問嗰啲嘅形式嚟嘅。咁所以咧，可以咁講啦，因為通常啊有呢啲咁重要嘅位置要轉人嘅話咧，暫代嗰個咧，通常就係律師，一係就會計師，是第一樣嘅。咁所以咧，呢位Patrick Stewart 啊，呢個律師去真係接任咧嘅機會就相當之細啦。而家只不過咧係頂住先咁解嘅啫，即係話好似上次咧，記唔記得啊？蘇斯一查咧，咪頂住個領隊先暫代，無啦啦變咗坐正咧。咁但係 Patrick Stewart 咧就唔會有機會噶啦，應該咧就好快。等阿 Sir Jim 單嘢搞掂咗嘅話咧，就會咧佢一個位置就會安排咧俾即係一個新人去即係接手咁樣嘅。好啦，咁啊而家嘅情況咧就相當明顯噶啦，即係老實講啦，即係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都好啦嚇，睇個樣咧，阿 Sir Jim 買曼聯或者買四對一曼聯，將會入股啊，亦都嚇係咪即係接管啊完全接管我哋嘅足球部，暫時都係未知數，但係。肯定咧，嗰個 ownership 啊就會有啲變動噶啦，即係股權嗰度肯定會除咗今日晏晝四點嗰個股權轉讓之外咧，亦都會睇嚟咧就係Sir Jim嗰度咧就真係會搞得掂噶啦。咁究竟Sir Jim真係入咗嚟曼聯之後幾樣嘢嘅？第一，佢有冇真係可以攞到完全足球隊運作嘅控制權，包括買人賣人同埋嗰個 budget 啊，上高即係嗰個。預算方面係點樣搞呢？佢會唔會攞自己啲資金入嚟幫曼聯手呢？咁啊，格拉沙又會點樣同佢嘅關係點樣咧？嗱，呢啲咧遲啲咧，我諗真係搞掂咗之後咧，就要釐清嘅。第二啊，而家一路講啦嚇，就話嗱 ，Richard Arnold 就第一個落台噶啦，基本上嚟講。咁究竟 John Muir 同我哋體育總監會唔會都係同一命運呢？同埋究竟而家一路就話撐坦克啦，咁究竟係咪真係上次嚟到都繼續用我彈啦？同埋咧？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好的 CEO 和足球總監，起碼有經驗和能力上可以幫到坦克，不用坦克一個人自己做了這麼多事，讓他專心可以教球隊的做法呢，那就真的拭目以待了大家。但是呢再重申一次，這個特派的消息就是 Richard Arnold 根據 BBC、Sky Sports 和 The Athletic 還有其他媒體都說是將會離任的了，在年尾之前。那也都呢是有暫代的人選，就是我們的律師法律顧問 Patrick Stewart。 這個情況呢一般來說都是等 CEO 上場的一個暫代。好了，
咁亦都啦，既然佢都走啦 ，Richard Arnold 乘機啊講講啊，究竟佢係即係為曼聯貢獻咗啲乜嘢啦？咁佢本身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喺一個 PricewaterhouseCoopers 啊，一間即係 Big Four 嘅會計師樓度做啦。咁佢就係一路咧都佢除咗一個會計師之外咧，佢亦都咧一路都喺科技行業嗰度打滾嘅，包括啊，即係同阿成哥有啲關係喎，嗰、那個啊橙啊。呢、这個公司啦，同埋 Global Crossing 嘅呢間網絡嘅公司咧，佢都曾經喺嗰度做過嘢嘅。咁跟住之後輾轉啦，2007年咧，佢就嚟咗曼聯。咁原本咧就真係做呢、这個幫手做一啲相關商業嘅嘢啊咁樣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嚇，大家都記得㗎啦。由於呢個 Ed Woodward 啊做得相當之差啦，亦都終於係被炒咗之後咧，咁佢就乘勢上任嗱。咁講真啦，佢喺短短唔夠兩年嘅 CEO 生涯裏面咧，其實咧都幾多幾有趣嘅，即係最起碼有兩三件事咧，我哋係好深刻印象嘅。咁有一單咧，我就覺得叫做做得比較理想；另外一單咧就做得比較差嘅。咁係咩咧？做得好嗰單咧，就係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我哋曼聯球迷，尤其是當地嘅曼聯球迷咧，就反呢個格拉沙反得好犀利嘅時候咧，曾經諗住做一個遊行嘅1958嗰個 group 啦。咁佢咧啊，竟然就走咗去間酒吧度，同嗰班球迷咧就即係真情對話。大家記唔記得？我肯定我喺節目都同大家講過噶啦。咁嗰個效果咧係相當唔錯嘅。咁我仲懷疑佢係咪即係夾埋做妹嘅咧？因為1958嗰班球迷咧，其實相對嚟講比較威武，但係之後咧都搞咗幾次係遊行啊咁樣。咁所以睇翻個形勢咧，就真係未必係做妹嘅。但係呢件事亦都話咗俾大家聽 ，Richard Arnold 咧。其實理論上嚟講咧，都係一個正所謂橡皮圖章嚟嘅啫，即係老老實實啦，話就話係 CEO， 但係實際咧話事權咧係極之度有限嘅，極度有限嘅 OK， 呢個第一件大家深刻印象嘅事，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我就喺度節目講過。第二單一定大家記得噶啦，亦都我肯定喺節目講過，因為同轉會有關。Frankie Dion 法蘭基迪莊，大家記唔記得？嗰個暑假我哋即係去追佢，即係坦克嚟到第一個暑假，我哋去想買佢咧，咁啊搞一大輪，追咗成個暑假都買唔到。而去到有一段時間咧，佢同阿 John Myrtle 兩條友仔去咗幾次巴塞隆拿，即係出到 CEO 去傾，結果都係失敗而回，係咪？咁我哋當時嚟講咧，就覺得即係佢嘅能力上嗰樣真係有限咧。嗱，老實。在一啲談判嘅能力嗰方面咧，我諗我就唔能夠下到一個判斷啦。但係呢一件事咧，就正正話俾大家聽，我哋曼聯一間咁大嘅球會，竟然啊，無論係 CEO 又好，或者體育總監又好，呢兩個位置都係一啲相對嚟講係全新嘅，兩個都係 rookie 嚟嘅。你大家睇翻啦 ，Rich Arnold 未做呢個曼聯嘅 CEO 之前，根本就未做過 CEO。對足球會或者足球壇亦都唔係一個能即係老手 ，John Myrtle 亦都一樣。我哋嘅體育總監佢之前做啲即係其他足球相關嘅嘢嘅，咁但係就未做過足球總監。但係好，曼聯呢個球會兩個完全唔夠經驗嘅人去做兩個咁重要嘅位置，講真啦，我哋而家頂到而家咁咧，都真係算係咁。咁所以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啦，我再次重複一次。Sir Jim 在搞球会方面呢，老实讲个往绩就不是太好。但是如果他可以即令到格拉沙改变策略，去找一些真的有料到的 CEO 啦，足球总监啦，即包括是有经验啦，在大球会做过啦，还有在足球圈那里呢，是叫做可以叫做比较举足轻重的人去帮到坦克手呢。而再次我再重复一重要的真理再问一次，而坦克是可以第一揾到即有人會幫佢揾到一啲佢啱用嘅球員啦。第一，第二，佢可以專注喺球隊嘅踢波方面啊、訓練方面啊去發展，而其他嘅嘢包括 scouting 啊、買人賣人啊、轉會啊、我哋嘅數據方面啊、我哋嘅醫療方面有人幫佢 take care 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坦喺曼聯嘅即個結果會肯定係好多嘅。喺呢一方面咧，我就即係。冇乜懷疑噶啦，咁當然啦，究竟阿 Sir Jim 揾唔揾到，即係佢眼光夠唔夠揾到，揾唔揾到啲啱嘅人，同埋大家可以聯繫埋一齊咧，呢個就真係後話噶啦。不過再講一次啦，呢次嘅突發消息咧係非常之重要，因為話俾大家聽，曼聯咧就應該咧喺個管理層嗰度一定係有大變動噶啦。而
Rich Arnold 嘅離開只不過係第一件事嚟嘅啫。睇嚟呢個國際賽日咧，一定要大家繼續 monitor 住。中意呢度，多謝各位收聽，拜拜。